你为什么不触犯他？他们触犯你是不对的，你触犯他们是理所当然的，对吧？这是不是倒过来了吗？不能够触犯你的人，他触犯了你，你不应该被触犯的人是我不要触犯他。所以你在这里你看到的就是，你知道吗？ 有的时候我们会，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，我们会到一个地步说，我太不堪了，啊，我真的太坏了，我真的没有信心，然后我真的我觉得我整个改不好，啊，我犯了罪悔改了，我又再犯，然后有的时候你生出一种自暴自弃，甚至你会开始说，神真的在乎我吗？ 耶稣基督真的在乎我们，连我都不在乎我自己了，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在乎我，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瞧不起我，都觉得我难以扶不上墙。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说我跟你这是肯定改不了，我根本就对你没盼望了，因为你以前就这样。哎，我心里面会生出来一个想说，那一位拥有奇妙的能力，那一位拥有至高的地位的神，他怎么还可能在乎我？ 他怎么还可能相信我带领我被陷入的问题呢？你会看到一点啊，我谨记处的经文，就是希伯来书2章14到17处，然后这个呢就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的前后两个故事。啊，从上那边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。